该有画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观看《死亡岛》的游戏。我在游玩之前，我想说，这就是我想说一个东西啦。等一下，你看我任务，我的主任务我跳过一个了，这是因为我之前在玩的途中就玩了一半嘛，玩了一半的时候，我家就突然停电了。没错，玩一半就突然停电，所以非常理所当然的。我的影片就损坏了，所以没办法上传，也看不到了，完全损坏了那个影片，所以 我就跳过一个任务了。上次的任务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嘛，上次的任务是我记得要去抽血吧，要去拿那个原住民的血，在途中我有截一些支线啊，就去原住民的途中那边我截了一些不必要的支线，然后解了支线后去到那原住民的地方，他们就要我证明我的实力，他们才给我抽血。然后我就进去他们那边，他们在养僵尸啦，他们养了僵尸后我就只能杀嘛，杀了他们的比较强的那个僵尸战士之后，他们就认同我了，后就让我抽血回来。但是抽我血回来还不是很稳定，因为我上次我抽了二次僵尸的血，所以现在我应该是要去抽了他们还活着的血，他们还没被感染，还没有身体上还没有有的那个病毒的体质的血，现在要去跟他们的村长讲话，就这个人。好吧，说了这么多，直接开始算了。话说回来，我区域停电也不止一次两次的事情了。最近几个月都一直在，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可以传送到那个原住民的那地方，应该在哪里？这个好怀念哦，这种一按了 select 过后就可以直接传送过来，就可以直接看到眼前地图，不用读取，超爽。这个啦，这是他们村庄。上次我是在这里进行打斗嘛，那些僵尸就从门口这边冲出来咬我，我就在每次砍一直杀。之后遇到那个他们的王，就是僵尸战士，那时候就开狂暴，过一刀就秒了，超爽了，一刀秒。Great warriors。现在他们都称我为勇敢战士了，因为他们承认了我的实力。Every person in my village ate the flesh of the immortals。他说每个人在他的村庄里面都。身上都有这个病毒了，这战士的病毒。The only warriors left are in the tombs of our ancestors. It is in the mountains near our village. Take me to your boat, and I will lead you. 我现在是要去拿一个比较纯洁的血嘛，然后他们在村庄，自己村庄所有人都有少许感染了，就是不干净了嘛。过后他再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拿到那个血，拿到一个比较干净的血。 Nothing had substance and there was no life or death。 你应该可以自保吧，你是村长，你干嘛拿个木棒就出来了。 We travel there in our sleep, for the dream time is always with usWaiting in the darkness。 他说现在要去我的船上，哎，船上很远哎，确定你要来我船？船上大概，哎，是这里吗？不是啊，你怎么从这里过了？从这里来到这里吗？啊，这是我船在这里，好远哦，一路这样过去，我希望你可以跑。然后上次我做了支线的时候，我拿一个武器嘛，这把武士刀，攻击超高的，过我强化了它之后就变更高了，爽。在那之前先
随便用一把烂武器砍砍一下。嗯，跑了跑了，很好，继续。我希望 I see one. 我希望现在不会再断电吧，停电。好高哦，我的五十刀伤害。哇、哦，好爽哦，看好痛哦，而且那个耐久度也蛮高的。The spirits who watch over us rose from deep within the void and darkness, and created the sky and the sea and the land and everything alive and everything that isn't. 他说他守护他们的那个精灵创造了一切，所有生命，所有地、天空，所有海。生物、非生物都是他们种族的那个神，创造出来的。哦，我懂。哦，一刀死，爽啦！那组真的是蛮高的，不是在开玩笑。The immortals, the resurrected.Their spirits remain on this plane. They live in both worlds, the dream time and our time. That is why they are sacred. 干，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哎。They consume us to become one with us. For they ar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the world of the spirit and the world of flesh. Another one. Don't let them stop us.你不会去打一下吗？你是村长哎，战斗力不是应该？包括一些村民的吗？怎么了？怕死哦！你在哪里啊？哦，被敲一下，少了半个血了。被敲两下就死了吧？好痛！呀，这个我留着。只要他停着，或我用日本刀连砍，就可以把他砍死了，爽快。你在替你的同伴呢？你刚把同伴拖着走了，蛮光滑的。可是我没有兴趣。诶，这么快就到我们的目的地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了。一共打了三波吧，这些水管都可以用来组合，有模组可以组了后可以比较强，当作比较强武器来使用。什么声音啊？这是？狂吃狂吃，有吃就吃。人生趁还可以吃的时候就吃啊，别顾虑太多，偶尔还是要顾虑一下啦。好了。From what I understand, they worship these bloody things. May I be infected to become resurrected? So I'm afraid you might have some problems with this shaman. Keep an eye on him, right?现在要去他家吗？他原本的部落那边找一些干净的血样本，然后再拿回来给博士做研究，然后博士做研究可以做出疫苗，就可以拯救这世界了。感觉就快到结局了。然后那个对讲机对面的那个男人，那名字我忘了，他是要拯救他老婆吧。I'll wait in the boat, but hurry up, okay? This place is evil as evil. 我上库也跟过来了。
你手上 拿着木棍，你不会去打一下那些僵尸吗？木棍超有用啊，好不好？木棍可以。We made the sacrifices for the spirits at this altar。所以嘞，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刚刚还想说，木棍是我最原始的武器，超有用。I see one。两个，没有一个。哦，一下啦！哦，干！Good。我刚才也死了。然后升级了，把我的血补满了。我同伴多少血？哎，会扣很多哎，扣少少而已。我想加背包盒子，但是敢加哪个好啊？这个可以秒杀4.5。这背包盒子，其实我想问，这背包盒子它怎么算啊？但是你加第一点他加两个，第二点他加4个给你，还是第一点加两个，你第二点他又加两个给你，所以总共4个，然后再加两个给你，总共6个那样。你这个数字这样放，觉得很让人怀疑耶。算了，点满。下一个我就点这个，这个就这个战斗技能就点满了。那个背包下次再说了，如果我还没破关的话，还有机会的话再点吧。那个背包总觉得好像会被骗的感觉，信不太过。 Here is my village. Angry spirits are everywhere. 那他们称那些僵尸都称为 Angry Spirit， 那些生气 的精灵守护者。Stay close to me. Maybe we will avoid a fight. Avoid 啊，他说跟警察或许可以避免战争。I resurrect the warriors. 谢谢你，避免战争呢，避免战斗哎，谢谢你嘞。谢谢你嘞，可以避开战斗，会我还这么信任你，230多，1000多块，在钱我拿到都尽量用了，以前的部分为什么要存起来？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你身上的钱越少，它你死亡的惩罚就越低，这是存钱的坏习惯，然后钱就要用了，尽量用了。你可以存少少了，但是你存多的话，你扣越多，死亡的惩罚就越大。什么声音？快跑！我会连着你屁股，你跑，你只顾跑就可以了，快！上山你跑的时候感觉不太划算，上山你跑不动，你走路或许还比跑更快，然后你在这边转圈圈干嘛？所以上山你上斜坡的时候就尽量用走的，又可以 Those whispers are a warning. 又可以升体力，然后嘞，他说。走吧，
还有哦。为什么你村庄都这么多人啊？走啊，走啊，怎么了？走啊，干嘛？100多块。有时候我幸运可以绕到他们背后就可以攻击比较痛，因为我点背刺的伤害，从背后攻击的伤害会加成嘛。偶尔我可以背后攻击啦，但大部分如果被围攻的时候就不太可能了，一两次来说可以。Are you weak or are you strong？他说你弱还是强？去哪里了？没体力了。保存个10秒。不玩了。烂梗，应该还没死吧？你看半个血的都没扣，超惨的。这个是塔，干没有伤害。哦，弹道。一刀砍下去有3000伤害，不错不错。过来，我想补血，路上应该有吧？水果补超少了。我觉得水果补很少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角色只吃了一口苹果那么大颗，然后我的角色只吃了一口。所以只补一个，如果一个苹果也可以咬5口的话，就可以补5格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干有苹果，你看一口就丢了。What do we have here？ 你可以拿起来咬个5口嘛，咬5口就可以补5格血啦，这样超省啊，超节省的。It is beautiful here, but it is unholy. 哎，我看到有个美刀，还蛮不错的属性。啊，对了，还有枪，我拿到一把麦格农，有600多伤害。如果强化上去的话，应该有900吧。我记得我强化过了，但是应该是没有记录到吧，因为上次听见嘛，突然间就断掉了。可恶，这把可能要丢了，伤害太低了，可是紫色哎，有颜色的武器哎，又不太想丢，怎么办？这把439，算了，丢个白色武器吧。虽说是伤害低哦，但曾经还是我的爱刀。你该不会碰上来吧？刚他喷了吗？这些绳子我可以砍断吗？如果物理效果什么？你看我砍绳子的时候，有木头的声音，有砍木头的声音。算了，不要吐槽了。吃个两口啊，至少吃两口嘛，你。只吃个一口真浪费耶。哇，我们从这边一路，也不止这边耶，我们从这边一路跑过来哦。应该在这边吧，我们的目的地。
他有你还有一半的路哎，用走了好了。虽然你看到 MBC 跑着上好像顺利哦，但其实超吃体力的，你跑就等于没跑一样，但是你会耗体力。你明明没有在跑，但是你会耗体力，这就是上斜坡的道理。所以上斜坡你最好不要跑了。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We have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They want to stop us. They destroy the lever. Get to the second lever and use it. Be careful. 嗯，你要我过去？怎么过？他带我去打开开关呢？怎么可能？这边过吗？这边吗？跳吗？哦，干，差点就眼馋了。干就差点滑下去了，差点又要脚残了。你还活着，你不要骗我。然后上去是个问题，这边吗？哦哦哦哦哦，不，不要滑下去！怎么可能上得到啊？跳不上去耶，怎么可能？耍我吗？开玩笑吗？要摔下去了。应该不是要下来吧？下来这个楼梯是让我们掉下去的时候可以爬上来的，这真正应该是要跳过去吧？哎，等一下，跑哎，小姐，过来了，还要确认一下。你还活着，你不要骗我。说过被骗了。这是全套哎，但是伤害好低哦。Here in this tomb, you will find many of my ancestors, fallen warriors, great heroes. Come. 嗯，走吧。走路是用脚，不是用嘴。你只要顾着跑就可以了，我会黏着你了。我冻坏了。诶，我的角色是拿枪哦，手枪。虽然我有麦克农啦，但是动画里面没有。动画里面我是拿普通手枪。You see any mummies? 你看到任何木乃伊 ？No. What the hell? Very bad spirits. 诶，女生诶。Stay away. 女子。女人。这个怎么像那个黑人女啊？我们队员那个。活着吧，干这！这村长干嘛啦？这村长干嘛啦？那村长，刚才发生什么事 ？Did you see that man? That was fucking voodoo, not a living dead shit. 那村长在干嘛？If she didn't eat those stiffs, then she's probably fine. And what if she ain't fine? Maybe you should ask her, huh? Hey, Shorty, you have some zombie for lunch? She's saying something. I had to. Everyone had to. They believe if they'd eat. 他说他们的种族相信 they would live forever. 他们吃了僵尸肉，吃了僵尸肉就可以永生，就得永生。刚才村长根本是耍白痴嘛。Now what? 嗯，刚什么
事啊？刚刚我们劈开了什么东西？刚刚我。If you want to get to the village, I know a shortcut. I was born here. We need to go this way. 他是这里的人啊，然后刚刚保护那个脑残村长，然后现在要保护这个。刚村长真的是，算了，好蠢啊！他碰了这个女人之后，Hala, watch out! There's more of them here than you think. 这女人爬起来，那村长就吓到了。If you don't want to disturb them, stay calm. 干，快死了！你跑啊，小姐跑！有掉宝吗？没有。这女人正常吧？她说她带我们去那村庄，去她的村庄，就追过来了一个。There's more of them. 哦，我被围攻围死了。我连吃补品的时间都没有，我连包时间也没有，而且我队友跑了好远，被抓了啦，走开啦，烦呢，被抓了，如果不是我没体力。正在捡个宝，走捷径，管你的。怎么我觉得跑这么慢啊？追，你在追，谁叫你追？你们在干嘛？你们要干嘛？补一下。我想捡，可恶，我想捡。走！可恶，我想干！欢迎你！我拿成就刚刚，可以补吗？补了！这僵尸好烦哦！一路追过来耶。Look there, at the altar. Is that your friend? 诶，你有血量了。他问这是不是我朋友耶？怎么可能啊？哇，他刚被抓了也有事耶，还可以爬起来。现在去救他吧，应该。Quick, we have to help him. 这边下。我还以为我可以直接跳下去，像个英雄一样跳下去，然后当场就卡住了啦。我来英雄救美了，把东西捡了。点一下。Bloody bastard！ 放个舞蹈。哦，什么事？刚刚？你刚怎么了？开挂哦！开挂可不好哦！即使开挂也好，你不能在大家面前开，把手机都丢了。开那开过，我看，开过。快打！
他有半个血。你的挂呢？Now let's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Run to the board. 为何他？哦，干，这是我同伴啊，一下认不出来，太吵了。为何在上面？哦，来吧，妹子，有妹子就收了。这边吗？不是哦，这边。为何船放在这种地方？为何你会下船啊？为什么？你该不是为了保护仓库，然后自己？ Thought I was gonna find something valuable here. Instead, I get tricked like a stupid kid. 他以为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然后他就下船。你在船上不就没事了？自找。这边可以修理。我的武士刀。好贵哦，修理2000块，但是钱算是可以赚回来了，也赚得蛮快的。我有2把了，这把比较伤害比较低，这把卖吧，我要留这把。然后现在嘞，现在要干嘛？哦，要把他带到，要把这个妹子带到去，那个什么地方啊？啊，研究室。一下词穷，想不起来，穷词。第14章的那个标题是最纯洁的。邪恶 ，The purest evil。啊，不可以让 NPC 传送一下吗？要一路砍回去。你跑步有点好笑。别担心啦。My father gave me to an old man he owed money to. 他爸爸把这个妹子卖给一个老人。To the city. 所以他想要。To live like you. 他想要逃跑去城市，要去那边读书，要去那边学习如何看，如何读字，如何生活。谁让你抓我妹子？谁让你抓我妹子？说。哭一下。2刀。不错。如果在僵尸身上有刀插着，然后你去砍的话，你砍到刀会有那声音，还有那火花。吃两口啊，主角！吃两口的话，我再选应该可以补满了。吃一口真浪费。好，趁再补一下。没有篮子，没有水果吃。刚刚我应该等血回满3个之后再补，这样比较划算。但是现在都末日了，还计较什么 ？Oh my god！ 你总做人呐、啊！被围攻了，
干，我妹子快死了，快复活。哎，好远哦，怎么可以这样啦？放开我妹子。嗨，别耍，死一死，还不死？哎，在哭吗？别哭，我在。放心，我死了可以复活了。别担心。武器，挡板。无缘无故又被抓了半个血，这些僵尸太冲了啦！哎，别叫啊，你叫！他说在这里，女性会被My father locked me up here and left me to die. 被打。He surely would have murdered me. 被骂之类的。然后他说他爸爸丢他在那边想让他死。如果我没有打我的话，他应该快死了吧？应该是这样说了。Is it safe? 他说安全吗？等一下啦，确认一下。就这样爬起来，你别爬起来。下面有僵尸冲上来了。没有了。他说别丢下他。Because of him, the village is dead. 然后说因为他说因为他爸爸他村庄死了。He believed they had died and were resurrected, that they were immortal. 那个吃僵尸肉得永生是他爸爸的，是他爸爸说的啦。We better run. We better run.拳头完全没有伤害，打假哎，门自动开，好棒哦！那 NPC 还没有到，那门就开给 NPC 了。这果然是妹子的权利，你看，又来了，自动开，我只要在外面关门就好了，爽快哦，自动开门。哦，继续开，继续。哇，玩家经过的时候都要自己手动开耶！你看 NPC， 他说他刚刚以为他快死了，人家活着了。If this mummy has been properly preserved, the DNA might still be intact. This might just work, but it will take some time. We may be able to save this island after all.As for the girl, I need to check her blood. If she's infected, she should stay here. We'll be in touch. How long can this take? Emily's hanging in, but she's sick. Very, very sick. Can this go? Despite what he said, he knows the way to the prison here. He's the only one who can get you in. So you do whatever you have to. Otherwise, nobody's going to make it. 这个对讲机的男人在催我了耶。然后这个女生她，这妹子她应该要留在这边做，Can't hurt to look. 帮助研究吧。只要这个妹子她，刚刚那个博士说，这妹子如果被传染了，她需要留在这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了，但是既然她这样说了，我记得这边有几个保险箱可以开，里面还蛮多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耶。
保险柜这边这个3000块。保险柜有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拿很多钱，500多，算。这个这边好像没有商城哎，所以这把刀不能卖，目前为止还不能卖，所以。送个手枪，800多，900伤害。应该是送这个吧，送这个比较赚。我现在需要去找魔纹，然后去那个对讲机男的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一路跑回来这里，不用跑啦，用传送了。等一下，刚刚玩了多久？42分钟，应该可以再玩一个主线吧。希望不要再停电什么的，超烦，卡住了。欸、我不能按 F 欸， bug 了。有时这游戏其实 bug 也蛮多，有时候你会无缘无故的就按爆东西，然后那个小地图上面的那个指标那个方向也会出问题，有时候会指错误的地方。这不让我按欸，怎么办啊？我重读一下，这边我的手枪升级了，应该没有问题。真的不让我传送欸，谢谢你欸，不让我传送。我这边跑回去大概就耗完了吧，那个时间。诶，可以开车，对吧？对不起。哦，特殊怪，毒害。你们吃东西，别管我。抓了，被抓进来的。又来，特殊，干疯吗？147，掉，先拿个开山刀。回来了，还活着。我该不会是不能传送了吧？不能快速移动。诶，可以啊，这边可以按。刚那地方又 bug 了。Brothers, 上班。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好啦，快带我去。You saved my life for the second time, so I owe you one, yeah. Your friend wasn't lying. 监牢啦。I do know the way to the prison. It's fucking dangerous, so I don't like to go. But if you want.他说这边很危险，所以他 we gotta stop in town and get some necessary things. 好啦，走啦。他说去的路上很危险，所以他不想去。但是去之前，我们要先到城市上面拿一点东西。哎，这个时间我不做了吗？没有。这个是森林里面要找一个地方吧，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进去，算了。
Dangerous Water， 危险的水，危险水。这边就是城市哦。这个岛有，这个、岛蛮大的，还有森林，有城市，还有一个度假岛，度假海岸。你有支线哦。Listen, friends.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need to be taken care of before we head out. First thing is gas for the boat. We won't get there on fumes. The second thing is something special for Titus, so he lets us through. Otherwise, we can forget about ever getting inside. So what's it gonna be? Hot. 2000 XP. Yes. Okay, then. We'll find the fuel at the gas station. If you can find a car while you're there, you'll get back a lot quicker. I keep the stash for Titus in a red container by the seaside hangars. Here's the key to the storage unit. 他说要帮Titus拿一个东西，他才让我们进去。好，这边怎么什么时候变这么吵了？他说如果有车的话，就可以比较快的运那个油桶。怎么可能有车啊？就算有车，这边 也不能过吧。你看光是这一条路，这三条路，这边就被堵了，这边也被堵了，这边这可以过吗？不可能吧。然后怎么过啊？这边吗？你要我在这城市里面找车哦。这比登天还难呢，先生。怎么有人啊？可以，算了，我想试下我枪的威力，杀一下吧。7000多，碎啦！不是这样，五百，刚刚是要三枪。干，这边进不去。算了，开了几发，够了，这时候跑了。这边有车，这边可以开得过去吗？怎么可能啊？我该不是要一路杀回来了吧 ？I can't get her out alone. Quickly, follow me. I'll show you. 啊？等等 ，Here, quickly！ 我不太相信你。I am so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ey made me lure you in here. Save yourself! Save me! 果然，我不能相信你。刚准备了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上我突然换上拳头了。再来啊！再来，在那里。过来，你过来。他好像没有用子弹吧？用枪打不太好。再来，你再来。还有一个嘞，过来，都来。还有一个卡在里面了吧？卡在里面了吧？那个怎么打？蓝色的岛400多伤害算了。怎么打那个先生？你不出来，我杀不到你。这个人骗我，是你吧？杀不到里面那个耶，算了。在拖我时间呢，怎么在僵尸声音都变这么大声了？我在远处这么远的地方都听得到哎。好，这边怎么进？跳吗？跳不过。
边可以上吧。对，有僵尸在附近，没有。在哪里啊？这东西？哦，这边开，差点就把被门推下去了。拿他的东西。啊，这边有两个武器箱。哦，529的 shotgun 干，哦，这把白色的耶，白色的都比较好耶。672的 shotgun 耶，两把 shotgun， 两把都是 shotgun， 那是一把青色。放手。你干，我干嘛换子弹啊？浪费子弹嘞。要换这个吗？换好了。这个我想要，可恶。300多。这 rifle 步枪我想丢。我要这样子枪干嘛？可恶。丢吗？这个要？但是这个如果修起来的话，卖出去应该会比较值钱。算了，丢了，烂东西。但这样我要两把手杆来干嘛？丢吗？这个要？干，我好困惑、哦。刀还我了，我要刀了，刀是我的生命啊。我可以走这个墙上。拜拜，看不到我，乖，你很乖，你很乖，看不到我，怂了，看不到你，看不到我，扯平，飞哥体力。最快了，这边是要走上面下面啊，桥上吧。哎，抓不到我。这边应该就是啊，这边有车了。个啊要，好险哦，差点又要死掉了。该不是要三箱吧？没有吧？两箱而已吧。开车回去，应该有路给我走吧，不然太惨了吧。其实我很好奇，如果车对上那个冲撞型的 charger， 冲撞型的僵尸会是怎样啊？结果敲一下，我看不到东西，谢谢。干卡住了，上不去耶！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上来了，干卡住，卡住了啦！混蛋！你是男是女啊？有时候会突然慢动作，我超不习惯。我车卡住了啦，这怎么办啊？等一下，出来了。
应该要走这边吧，这边这个洞太小了吧，车根本上不去。这样好了，刚有个自爆兵在我旁边自爆了，我车应该没有伤害吧。走错边了，抱歉。卡住，哎，这该不会是我要用手运下去吧？叫，再叫，再追！我可以用丢的吗？丢下去，可以吧？这边丢下去应该没有事吧？还在蛮远的耶。干，车头上不去，我不是要坐下来啦。我要拿油。不好吧？卡住了。对，下不去哦。但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隐形墙啊？怎么可能会下不去？其实丢东西也丢不远嘞。我刚丢了一下看，丢超靠近了，不像Left 4 Dead 那样，Left 4 Dead 丢我丢比较远。两个桶放外面，这样对吗？不是应该放船里面吗？好了啦，你要东西都找来了。All right, brothers, we are almost there. Brothers, one last thing. The water's getting choppy as hell. We get tossed around too much, we may hit one of those mines, and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right? So we need to go to the workshop at the beach and make a few modifications. My father used to work on boats.So we just need to go to his workshop, all right? We can take the boat right up to the workshop.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There we go. That should do it. 这艘船又要像我们的移动堡垒那样要改装了。改装的时候应该是要又要防御吧？干，又要死好几次。走吧。防御完之后，我再做段落休息。应该不会太难了，希望啦。这座岛的三大区域，不是这座岛的区域最比较大的区域就只有三个吧，森林、这个 resort， 还有那个城市。城市里面比较，城市里面给人的感觉跟这个海边好差别好大哦。海边的感觉还蛮高级的嘛，然后在城市里面感觉还蛮穷的，那些房子也太破了。应该是因为僵尸没落了嘛，应该啦。干，动！诶？有泡沫哦，不可能吧 ！Help me！ 掉下去干嘛？我捡到。上不去了，这应该是塔吧？哎，没有哎，不用这样子。看你长得比较壮，所以我用大刀来砍你，感谢我吧。哎，有个塔在前面，冲下来了。
别死哦！我可以活下去了，相信我，相信我自己。刚刚不是有些可以捡吗？我快生气了。让他喊一次就可以解决他了，不错不错。说要回来这里，该不会是他爸变身了吧？过我杀爸爸，不好吧？那样，他爸爸帮了我很多哎、欸，不要吧，不要吧。为什么自己的叫声特别大？他试试，再补个血。能补就补，要再补一个。350，干越开越低。哪里啊？嗯？不在里？在上面吗？这个吗？不是哦，这个，哦。为什么需要这两只东西啊？为何？你改装只需要两只东西哦，不是吧？然后我竟然被妹子吹了，不要。There's something else I need to do, all right? But I need to do it alone.So just wait here. 他说他有些东西需要做，然后他要自己一个人去做了。在我们在船上待机。他该不是要解决他爸爸吧？我刚刚进来都没看到人呢，不可能，幻觉。该不是在热门里面？哎、欸，这样可怜呢。眼睛还蛮生动的，那些闪光之类。你什么时候有枪啦？你枪该不是我给你的吧？这是麦格农吧？干！你别死哦！虽然说这样困难。I love you, Dad.我爱你了吧？不可能，不可能一枪死，我不信，不可能。啊，好准哦！当然不可能一枪死了，你骗我。All right, let's get the fuck off this island.离开这座岛路。All right, let's get the fuck off this island. 为什么要重复两次 ？Hey, can you hear me? I heard screams in the lab. Something bad's happening. You gotta drop what you're doing and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他说他。Go! 他说他在那个研究室里面听到了很大的叫声，然后现在我要停止手上工作，然后去那边探个究竟。该不是要跑回去吧？传送一下。果然，应该可以用传送了吧？快速移动。嗯，可以用，好吧。89%哦，不错，进度不错。
一个小时的啦，好吧，这次没有停电，算是比较顺利了。上次停电那个非常遗憾，就这样溜了一个任务，算了，无所谓，就这样吧，我们坚持玩自己啦。下次应该可以，如果下次玩比较快的话，应该可以破游戏了，或者再，哎，到时来看啦，就这样吧，我们下次再见。